31岁，北京人，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电子商务大专。大家好，我叫王宇，21岁，北京人，然后今年7月份大专毕业，然后今天求职的是那个行政助理和活动策划，谢谢大家。学的这个专业叫做电子商务，对，干过吗？没有，就是在学校有一些实习的机会，就在学校里干过这种电子商务。今天想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就是还是跟那个有关的吧，就是行政助理或者活动策划。活动策划是干嘛的？就是我认为，就是通过自己的活动，就是策划出一个活动，然后让就是那种客户，然后来了解我们企业，就是越做越广，就这个意思吧。你比如说文怡，尊酷网知道吗？尊酷网不是，我这个个人比较喜欢那种婚恋网，然后因为女孩子嘛。那种走进婚姻的殿堂都是美满的事情，而且我也希望就是能够通过自己的力量帮助不管是男男女女啊找到一个幸福的归宿。有两家婚恋网站啊，一家来的副总是慕言啊，一家是刘惠普。你好，就是这两个人，对这两个人有没有个好恶？有，喜欢。慕言老师。为什么？因为觉得他特喜庆，然后跟我一样，然后呢就他喜庆，然后在台上总是那种乐呵呵的，然后呢就是没有特别大的领导架子，然后就个人爱好吧，就是比较倾向于。有没有不太喜欢的这两个人里面？那只是相对于说喜欢他，就可能就他就稍微放的就是低一点。他有什么问题？他长得他太瘦了。你这不像是夸慕言呀，所以呢？他太瘦了，就会显得非常厉害。然后呢，就是刻薄。对。然后呢，就是因为就是自己是也不是特别那种身材特别完美嘛，所以就是喜欢就是相对于说是身材也不完美，喜欢肚子大点的，对吧？对，喜欢差不多的人。那你更喜欢我？当然啦，非常喜欢您的。就是你是以胖瘦来决定？不是，还就是以而且他在台上就是慕言老师总是在笑，而他就是非常指点你这个不好吧，这个不好吧，这个不行吧，就是非常的就是在他跟他一起工作会非常的压力非常的大。但是你觉得你现在缺的是一个导师型的人呢，还是一个天天对你笑的人？缺的是一个又对我笑又是老师。姑娘，对，那就是我。说实话，就是这样。工作中你做不好，老板没有对你笑的。我会微笑着指出你的问题。哎，这样，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王宇？不，今天你来主要就是想去百合网的。可以说是的吧。当然了，就是现在刚毕业嘛，就是别的公司给一家就是给机会吧，自己也是可以想学习一下，因为刚毕业嘛，非常迷茫，也就是也不知道自己想干嘛不该干嘛。找份工作就行，是这意思吧？找份工作，你自己能学点知识就得了。得了啊！好，来各位，到了大家提问时间了。没有，以前没有任何工作经历，要做的事情自己也不太清楚，愿意从最基础做起。别太低。别太低，客服河北太低。别太低是什么意思？就是别干，就前台吧，就是。那客服怎样，姑娘？我先提个问题好吧。哎，谁说前台低了？我先说个问题行吗？提个问题，我的问题是这样，我觉得你的性格挺直爽的，是吧？但是如果做活动的策划和执行，需要非常细致的这么一个心态和这个方法，所以我想问你，你是一个细致的人吗？然后如果是的话，你之前有什么样的事例来证明你是一个比较细心的人？不是一个特别细致的人，然后总是就是丢三落四的东西。丢三落四？对。大大拉拉？对。王宇，你知道吗？你从开始站到这，我觉得你不是一个成年人，你是一个孩子，非常的幼稚，在性格上幼稚，举止上幼稚，谈话上也很幼稚。我说的可能不好听，但是你又自信过强。再来，你没有用你的优点去说话去做事，而是用了你的缺点。例如你这样子，我们在职场里没有任何一个老板喜欢跟一个儿童在这边聊天，了解吗？所以我希望你一定要改过心直口快、贫嘴贫舌的这个坏毛病，这样子你到了职场人际关系会更好。希望你努力。好，谢谢钟老师。哇，钟老师少有的变得严厉。
为什么钟老师一下变得这么严厉？因为我不喜欢在非你莫属这个舞台上有这样幼稚的人站在这里，然后把这个当儿戏，我不希望这样子。同意。谢谢钟老师。以为的自己得开心果的这个优势，结果现在在职场当中，在严肃的职场当中完全变成劣势了。王宇，这意味着你要认真的回答问题。其实你刚才也是认真的。对。好。我想问一下，你平时说话的语速都是这么快吗？是的。我觉得你特像一个是开心果，但是呢，我跟你讲，语速快其实有的时候是对人是不尊重、不礼貌。那好。特别是你要知道，你的语速要让别人能听明白，你太快的时候，别人根本无法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我觉得你要控制一下你的语速。我希望你再想一下周老师给你的建议。好，十二位，确实是王宇呢，无论是语气还是回答问题回答的内容，都有点像小朋友。王宇，真的是啊，所以认真考虑，如果下面还有机会啊，十二位来做出第一次选择，王宇应该是继续还是离开选择。
不穿高跟鞋也能显得很庄重，好不好，王宇？好的。来，两位，百合网、岳美堂，谈钱不伤感情。那个销售是这样的，我们销售员的那个底薪是2000，然后是试用期呢也是这2000，然后是有提成的。就如果你每个月拿到4000以下，基本上你只能干到3个月，你可能就会被请走了。所以你要达到那个销售指标的话，应该是在加上提成，应该是在4000以上的一个收入。嗯。啊，然后呢，这个团队很有意思，是一个特别有激情、极其开心、极其压力大的一个团队。嗯。是我们百合网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团队。嗯。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来这儿看一看。我们的销售也大概是2000元的底薪，然后但是我们没有3个月你达不到4000元就被扫地出门的这样子的一个待遇，我们可能就要看你整个年终的一个平均的收入，嗯，一个每个月的收入的平均值是达到了一个标准就没问题。好，那不会有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这边，就是您就是面对的客户群是什么阶层？所有的想学化妆的人，嗯，全国各地都有。想学美容化妆。哦，明白了，明白了吧？明白了。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可能不存在一个很简单就能赚到大钱的一个工作，所以你必须付出努力。我们这边的工作不简单，但是你会学到很多东西，会有很好的发展。还有问题吗？没有了。15秒钟的思考，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百合网，还是岳美堂，还是选择谢谢再见。我选择百合网。那你这么困难，你不来也没关系。谢谢你。再见，王宇。路上注意安全。